那个时候你们记得吗？不是，我不是工商 RO 吗？然后那个我不是有抽一箱给观众，那我就说干，我不是应该也要有吗？正常的流程应该是我应该要有一箱，对不对？我应该要有一箱，然后给你们看长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才会有工商的感觉啊！就哇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喝哦，好想要哦，对。然后结果他没有给我这个东西，这个不是怪怪的吗？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应该要给我一箱。然后后来他就真的寄了一箱给我，所以我现在就泼那个波力的气泡水，啊，真的是不懂啊。波力口味，我喝喝看。这个比较不像是你们有喝过那个有碳有果汁味道的气泡水吗？这个是比较偏果汁一点的果汁气泡水，这比较像是果汁气泡水，比较不像是气泡水。我得攻三小，这是果汁气泡水，我觉得喝起来的感觉这样，它是葡萄口味的。那个二氧化碳在我的喉咙爆开了，啊，不是奥利多水，是波力气泡水，有波力的味道，好像回到了当初那个雷格的感觉。对啊，帮我把它喝完，对，把24罐空罐子带去工会聚会，好不好？一人发一瓶当做纪念品，哇，赚到赚到了！来工会聚会有头饰拿，还有空的玻璃气泡饮料杯，对，可以当纪念。金矿不足，还是我稳过的。采矿单位饱和了吗？